哎，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？今天的故事跟一个神秘实体有关。玩家刚打开客户端，就收到了附近一个生存服务器的邀请。但奇怪的是，玩家受邀进入到这个服务器后，他就发现距离自己不远处的大水池中央坐落着一座木屋。玩家以最快的时间制作了木船，来到了这座木屋内。一番查看后，玩家在屋外的长椅上发现了一个玩家，他的名字叫 Mr. Sheet， 他应该就是邀请自己进入服务器的房主吧。可不论玩家在消息框怎样发出消息，这个叫做怀特的都不理会玩家。眼见这个房主一直低着头不予理会，玩家决定绕到他的正面去看看他在干嘛。可看到房主的样子后，玩家顿时被吓了一跳。我的亲娘嘞，你为什么整个这皮肤，吓我一跳。不过这皮肤还挺个性。哎，算了，可能是这个房主临时有事不在服务器中吧。玩家并没有多想，既来之则安之，玩家决定自己先游玩着。好了，在本期故事正式开始之前，请屏幕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麻烦动动你们尊贵可爱的小手手，给视频长按点赞3秒钟的时间支持一下，谢谢了。玩家的住所就搭建在对面的丛林中，在玩家不知不觉中，月亮也悄悄地挂上了夜空。玩家再次看向前方那座木屋，心里总感觉毛毛的。不过片刻思索后，玩家还是赶快去收集羊毛了，他得尽快制作床，没有床的住所当然是不完美的啦。制作完床后，玩家在消息框又询问怀特现在能否睡觉，因为只有服务器中的玩家都入睡才能度过黑夜。可是呢，玩家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玩家再次鼓足勇气来到了怀特的住所，想看看他是不是还搁那晒太阳。过来后，住所外已经没有了怀特的身影。进屋后，房主已经坐在了他那绿的发光的床上。很显然，房主怀特已经在游玩中了。可是他依然不回复玩家的消息，只是呆呆地看着玩家。玩家渐渐地失去了耐心。哎，老哥，天黑了，咱能睡觉觉吗？没有回应。算了，我不睡了，行了吧？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，玩家又回到住所附近的矿洞去挖矿去了。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着，转眼间黑夜就过去了。一大早，玩家就再次来到了房主的住所。可令玩家无语的是，他又坐在了屋外的长椅上，开始了低头思故乡。喂，是的，对，你这是弄啥呢？不过这次怀特还知道动了动，挪了挪位置，但是呢，依然没有理会玩家的消息。就这样过了很久，这个服务器中也只有玩家在正常的游戏，而玩家除了正常游戏以外，还有一件事要做，那就是观察房主的一举一动。没过多久后，玩家看到房主离开了住所，跑往了附近的丛林。房主怀特走后，玩家再次进入到了他的住所，他想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可一番搜寻后，物品箱里面啥也没有，比玩家的脸都干净。而游戏中的天色又渐渐暗了下来，夜幕降临，玩家正打算划着小木船回去，可无意间在住所一旁的水面上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建筑。这是什么时候搭建的？前报告的预警，请屏幕前胆小的赶快将我真牛打在公屏上，激活弹幕护体。玩家之前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里有这个，他小心翼翼地进入到了这座建筑内，里面有一棵大树，几张床，地上还有不落的。打开了物品箱后，里面的物品引起了玩家的注意力。只见眼前的铁剑名字叫做 knife， 而剪刀竟然叫做手术刀。What？ 还有一本书，提示玩家打开后就能知道怀特在做什么。玩家没有犹豫，很快就打开了这本书。可看完上面的内容后，玩家慌了，还待在这干啥呀？快跑啊！可这时已经晚了，怀特回来了。嘿嘿，你小子往哪跑？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，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的，哎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麻烦这次一定好吗？